说人情冷暖，诉世间百态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。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。我跟另一名结婚的时候，他父亲身体不好，家里面非常穷。我母亲当时不同意我们俩的婚事，怕我嫁过去受苦。我当时为了感情是从家里偷跑出来跟另一名结的婚，没有要他家任何彩礼，甚至连婚礼酒席都没有办，只是领了结婚证就嫁进了他们家。当时我们家结婚的时候，他家只有三间破瓦房，公公身体不好，不能出去干活，每天都需要躺在床上输液治疗，婆婆只有在家照顾他。小姑子那时在外面上学，家里的生活开销、公公看病的钱和小姑子上学的钱都是我和立明打工赚来的。可是就算我们俩拼命工作，赚来的钱也不够用，眼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我就借钱托朋友在夜市上租了一个摊位卖小吃。本来想着白天继续在外面打工，晚上出去卖小吃，可是身体实在是熬不住，时间上也不行，我只好咬咬牙把工作辞了，专心做小吃摊的生意。做餐饮是非常辛苦的，其他摊位几乎都是夫妻两个人在做，还有家人在旁边帮忙，只有我一个人是在苦苦支撑着。前几个月不太赚钱，婆婆脸色就不太好看了，还说我瞎折腾。晚上我后半夜才收摊，白天多睡一会儿，婆婆就故意在家叮叮咣咣的在家摔摔打打给我脸色看。小姑子放暑假，我想让她到摊子上帮忙，谁知道她只去了一天就受不了了，在婆婆那儿喊哭喊累的不愿意去。过了大概有半年吧，小吃摊生意越来越好了，赚钱慢慢的也多了，我就让立明也辞了工作回家帮我，我们赚的钱也开始有了结余。可是我依然不舍得吃，不舍得用，看着别人家都盖起了小楼，我也想赶紧攒钱把房子盖起来。攒了几万元之后，婆婆就来找我老公说小姑子出嫁，她婆家买房，让我们家负责装修，让我把钱拿出来给小姑子。我不同意，可是婆婆在老公那里一哭二闹三上吊，说算她贱的，将来她还给我们。小姑子也找上她哥，抹着眼泪说不想让婆家看不起。看着老公每天唉声叹气的，左右为难，我心软了，把钱拿了出来。好在我们小吃摊的生意不错，很快能赚回来。小姑子买的房离我们家也不算远，骑电动车也就20分钟左右。可是结完婚，小姑子就很少回家了，偶尔吃饭也是婆婆做好了饭，人家一吃就走。我生孩子坐月子时，公公的病已经严重到不能下床了，婆婆想让她回来帮帮忙，她都不愿意回来。咬牙坚持了几年，我们总算是把房子盖上了。看着漂亮的三层小楼，我觉得自己的辛苦都值了。后来婆婆过世，我只好白天照顾孩子伺候公公，晚上忙小吃摊，好在有老公和我一起才勉强撑得住。自从婆婆去世，小姑子回来的更少了，从来没有伺候过她父亲一天。最近我们这里传来拆迁的消息，小姑子就跟我老公商量，想把她儿子的户口也迁过来，到时候分一分钱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直接去找小姑子，告诉她想回来分钱，先把她出嫁时花的几万块钱还了，再把我们建房时花的几十万拿出一份，还得把瘫痪在床的父亲接走伺候。听了我的话，小姑子乖乖地闭了嘴，灰溜溜地走了。我从前在他们家就是太好说话了，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让步的。我辛苦挣下的家产凭什么分给她？家里事儿不见他帮忙，见到好处就赶紧回来分，真让人不齿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，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，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